那个木头挖回下的现在这儿，它有没得绿豆？没得，有绿豆噻，就是那回才没得绿豆。有不？你们那个木头挖回下的现在这儿，它有没得绿豆？没得，有绿豆噻，就是那回才没得绿豆。你又把土里面的绿豆，我看到这。现在都要囤了，可能是由于基因变异导致的，现在这种情况就发生。忘记把你就跑了，怕那么不正。你看，那个。